欢迎领导。再逛啊，不难啊。不是那个啥，这辣椒苗子重，它快不动，我给它快过来。大家好，今天西瓜地里面套种辣椒啊，就这种。种的方法和西瓜是一样啊，先打眼儿，然后把辣椒苗丢进去，喷水，最后再封土。来吧，媳妇儿，来，等会儿。3到4颗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干活我都好叫俺媳妇儿跟着我，能一搭配，干活不累。看到没有，这个辣椒苗都是带这个泥巴的，咱那个间距比较大，咱就选择种这个3颗4颗。先放在那里个啊，要咱的辣椒也是随便吃。哎，不对，你给家不当家不能吃辣。逗你当家。哼，逗你能吃。我的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符合我这个气质。李哥，谢谢，喝点水。你都不渴啊。嗯，我都不饿。老妈给家给咱煮的面条，吃不多了。你吃不多啊？回家给那个母女备用那碗呢，直接用盆儿。那都不是事儿。你都不是多饿、啊，那个他一般都是饭馆，你知道吧？哥，你这是大碗，老妈给俺做的拌面。这不得劲呢，要下头笑出来啊！咱们装菜呀，这是。好嘞。我明天做。就那个鸡蛋、蒜汁儿，老妈调的那个料，香的放着。嗯。你也吃了吗？你说你妈吃。大爷。好了没？来，把碗里面酒多补。好，OK。请你吃点。